陪我玩嘛。哦 ，Alice 加虫姐姐是不对的哦，你先去旁边玩，等下再去陪你好吗？记得要注意安全哦。好吧。哎，是兔子耶，它感觉要去什么神秘的地方耶，我来跟踪它好了。哇，这里的话这才太快了吧，就是死亡的天堂。哇，太酷了吧，它是只会说话的兔子耶。一点吗？有没有哪里受伤啊？场内禁止奔跑，中间的观众也不要起来随意走动哦。没有，姐姐可以帮我跟那只兔子拍照吗 ？Of course， 来，一二三，哦，要输了，这灯都烫死我的眼睛了。拍照落入录影时，手机请关闭闪光灯，并将手机调至静音或震动。兔子，对不起，让你受伤了。下次记得注意点哈，滚滚。好啦，玩了这么久了，要不要吃点东西啊？好啊。你们在找的那只兔怎么可以污染我美丽的家园？哦。场内禁止饮食。这只兔子也太容易生气了吧，真是不讨喜。我要把它煮成兔子大餐。哦，妹妹，你也太残暴了吧，小心吃了拉肚子。有需要上厕所的，厕所在出口左前方。那个小鬼想吃掉我，先跑再说。到紧急状况时，逃生出口在舞台的左右两侧。拜。姐姐她跑掉了啦！谁叫你要讲那么大声，笨蛋！